一生到底有多长？其实不过2万多天，一年365天，10年3650天，减去20年的少不更事，再减去60岁以后的心有余而力不足，40年14600天，再减去一半的晚上休息时间，我们只剩下8000天左右，这还不包括意外的发生。不管你现在多少岁，我只想问。你的时间允许你用在打游戏、和人斤斤计较、悲伤不已、怨天尤人上面吗？我们来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得不来，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是不得不走。那中间这段时间就随心活吧。人这一辈子不容易，酸甜苦辣、悲欢离合都得好好过。能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才算本事。不是有句话吗？不是你现在有多少钱，而是你还能活多少年。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没有一件事可以永恒不变。当你失败痛苦的时候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当你成功得意忘形的时候，也要告诉自己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好的人生是一个过程，而不是一个状态，它是一个方向，而不是终点。这一生平凡也好，精彩也罢，我们都是天地间的过客。这一生圆满也好，遗憾也罢，我们都是时光中的行者。百年之后，谁也拿不走一分财富，谁也捎不走一点公路，谁也带不走一草一木。